Action！我是向前进。一个人走到终点，不小心回到起点，一个新的世界，此刻我才发现，时间没有绝对，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。第一次见到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，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，每一刻都像永远。少时间能许愿，好像多。